可以吃饭了嘞，我把这个牛肉给夹出来给你吃啊。好。本来想出去的，但感觉好热啊，一点风都没有啊，好闷啊。是的了。四件套倒是干了。干了。可以，干了可以收掉了。对，这几天都很闷热，又很晒，你看我都晒黑了。你真的晒黑了，你到出去把帽子戴上啊。我不喜欢戴这种东西。到时你两截可明显了，我告诉你。你看不出两截的，我用衣服穿着怎么看这两截？你每次脱了我都看得出来。快点进来，我不要站在外面，外面那么热，晒一下电风扇。我不扇，不扇，我有扇子，我有扇子。你不扇？我用扇子，扇子给我。好吧。电风扇吹着我，感觉有些时候头疼。这样的。那我对着我。我等一下这个弄好了，我就出去买菜了。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？我都天天热，我都没什么胃口。要不早上的粥热一下。粥就不要吃了，我给你买点你喜欢吃的菜。喜欢吃的菜啊？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？那你要不去给我弄点那个凉菜，卤牛肉。我好久没吃了，我们那个本来那个镇上买来，我都觉得好好吃啊。卤牛肉啊？那个不是我们镇上买来很好吃的。又嘴馋了。对，我有点想吃。这么热的天气，我觉得凉菜往外面的我们还是少吃吃。那你问我又问我想吃什么？我们到菜场去看看吧。我不去，你自己去。我要换四件套，我不去。这样子的，你确定不去啊？不去了。你生气啦？没有。那我自己去了啦。去吧。我看着买啊。我出来的时候吹着嘴上说没有生气，其实心里还是有点不开心。没有给他买那个凉拌菜。我为什么不给他买凉拌菜？上次买那个卤牛肉，吃了之后身体不舒服，闹肚子，然后今天他还想吃，我还是不给他在外面买了，等一下买点那个牛肉，买个牛腱子，等一下卤起来，这样凉拌着吃。不然的话，等一下他又不开心了。再看看买点什么其他菜呢？每天最头疼的就是买菜。以前我妈妈说，每次到菜场就不知道买什么菜，以前没什么感觉，现在想想看，感同身受了。小区边上的菜买好了，然后牛肉这边没有的买，我到其他菜场去看一下。买来了，还好买到牛腱子，嘿嘿，赶紧回去了，回去赶紧做，等下要花好长时间了。回来啦！回来了。今天买菜怎么这么久的？今天买菜是有点久，今天逛了好几个地方买菜。买什么菜要跑这么远？买了点牛腱子，两斤。买牛腱子啦？你不是想吃卤牛肉吗？等一下我就给你做。哼，真是的，没买到嘛就不用买嘛，还特意去买。想不想吃啦？那买来就做吧。你看。哦，蛮多的。蛮好的。嗯，我去做了啊。那要吃什么这么大的？大葱。天哪，大葱一根就够了。还买了点毛豆嘞，买了毛豆的。对。那晚上毛豆、茼蒿，还有卤牛肉。可以啊。也蛮丰盛的，这茼蒿很嫩的。哦，对，这个豆我们要不剥出来吃？这个豆荚太老了，我感觉。对啊，我拿给你就是让你剥一下。哎呦，我等会就给它剥出来，然后放点酸菜。哎，这可以。看起来也好吃的。上次那个茼蒿好好吃哦。对，放点大蒜米炒起来清炒。对，这次不知道嫩不嫩。嫩的，很嫩的。这样的，我就是挑一下，看看有没有那种枯叶子，给它剪出来。好，我去处理牛肉了啊。
蛮多的牛肉。多的啊。嗯。你看这大蒜我放在这里。大葱。大葱放在这里好不好看？还挺好看的，跟装饰品一样的。洗一下就可以放进去卤了。嗯、好。把高压锅拿出来，这样卤得快一点。对，没有老抽，对，我就没有买老抽，就生抽算了。那行吧，冰糖。哎，我们没有老抽，要不放点黄豆酱？可不可以这样啊？肯定可以的呀。好吧，更好吃。好，挖一大勺。闻着还蛮香的嘞。是蛮香的啊，嗯、等会就可以吃了。好，我再做两个菜啊。可以吃饭了嘞。我把这个牛肉给夹出来给你吃啊。好。哇哦。我没看到牛肉。能能能能。夹一块出来就好了。就夹一块啊。余下的放在汤汁里面，到时候会更好吃。好，那这块够不够？太小块了吧。这块。来。对，真的好吃。够不够？够了。那我这个放里面去了啊。嗯，好。到时候晚上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再给它。放一晚上，就更好吃了。明天吃就好吃了。对。因为现在比较烫，不好切。我切大片一点。哎，哇，香喷喷的。会不会太少了？我再去拿一半。别了，那个让它浸一下，汤里好吃。那你吃过瘾吗？直接够了，吃完再切。好，弄点花生米。哎，可以的，弄点花生米点缀一下。吃一下这个牛肉啊。嗯，好不好吃？好大块呀、啊、哇，蘸一点点就是要大块才好吃。大口吃肉。对，怎么样、嗯、很烂了，我估计淡了点，是不是？有一点点，因为我们这个直接捞出来了嘛。啊，对，如果娜娜放了一晚上就很入味了，而且好切。嗯，那现在还淡一点好、嗯、你可以蘸着蘸料吃、嗯、好吃，一样好吃的，很烂了。嗯哼哼，多吃点。这豆干子好下饭、啊。哇，今天有点热，我在厨房里面一弄就感觉都是汗，里面都是汗。是的。嗯，我要多吃几碗。要不要电风扇拿出来的啦？不要。嗯。等会儿反正要去跑步，跑完步洗个澡。对，跑个步洗个澡。在厨房也蛮好吃的。嗯。就是这么小碟，就感觉像餐厅里的菜一样。来，夹一块。嗯，这么大块。嗯。